越来越长，之后水平越来越高，也会碰到年轻运动员来拼趴。所以说这场球呢，这场球seiner bislang starken Performance, das hat er es nie geschafft. Oh, very nice. 看看两人的相持，漂亮，还有。哦，这两个球很有想法啊，碰手位。轻吊一般，形成对拉，许昕往上拔啊，反手防一般，两个人再次形成对拉。嗯，连续凶狠的正手进攻。敲一板，放短球，哎，这一板还有，再加力啊，带着强烈的旋转。坚持就是胜利。球，再放高球防守，推到远台。又是一板调打，好的，看相持，反拉。啊，但是刚才，哇，摁了一个直线大角度，马龙反拉，双方形成对拉。哦，非常精彩的一分。9-4，嗯，切了一板，嗯，有一个时间差，好，冲一板，再削，正手再兜，哇，漂亮，人抽两个大脚，两个人进行正手对拉，延安防一个，多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关键时刻非常拉，所以直接拧了直线，弧线很低。这个时候场外，进攻，球调打，两个人再进入到相持，哇，这个是强大的身体能力。
是反方面的。马龙啊，这个确实是水平相当高，文明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还是要充分的将自己的优势打出来啊，推到远台防守，继续放高球。还有齐志豪也是耐心的周旋，反拉，好的，你看，哇，两人惺惺相持，反手甩了之后变正手，正手对拉，又是反手，哇，没有想到啊，暂停回来之。Ganz stark, ganz stark, und da hebt er Entschuldigung.漂亮，还有精彩的对攻。相持出正手，回到反手，连续的发力，樊振东防住，哇，啊，梁靖昆真的是太凶。哇、哦、这个落点太点，哇，好球好球，这球出手的一瞬间啊，好的，又是周启豪顽强的推到远台防守，依然有11-6。哎，看这个球再加力，继续放高球，很耐心。还有，再加力，不错。但是我们看到于子阳一直没有找到反攻的机会。Und sie wollen jetzt beide und连续对反手，哇，马龙变线，哇，漂亮，很精彩的相持啊，这一板我们看梁靖昆
王楚钦发球，中了！哇，这个球反手的一个推挑，反出台，许昕轻拉一个。正手相持，哇塞，哇这个球又哇 stuck 哇再加质量好的六比三再反拉哇、哦、好球这样呢许昕漂亮哇今天是五比七嗯好球这起手就很高了兜一个再削你朝正手削削中路转的反手侧过来削这球皮的正手连续进攻两个人对拉哇再来这球还有反手反拉周瑜连续反拉、哦、哇真棒相当精彩太漂亮好的漂亮哇哇可以陈贝勋这个球好球漂亮、哎